洗头吗？对呀、啊，来洗头，然后做发型设计认识的。这位记者没有围挡，你今天怎么那么紧张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你还是破了。我怕被误会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那你觉得 Tony 这个人怎么样？很好啊，他温文有礼，然后很斯文，很有气质，很有智慧的男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。其实 Molly 我跟她认识有六年多了，那她本身非常的传统哦，因为她是很有名的发型设计师，那她的装扮对不对会比较给人比较 fashionable， 那她真的是个好女孩啊。可是我跟她在谈话中，我觉得她蛮欣赏你的哦。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你现在感情也是冲冲神嘛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会进一步的？其实我想所有的例子吧，男未婚女未嫁都是有可能的。嗯，对，但是莫莉是我的学生啊，我就很担心又是一个师生恋，又是一个新闻。或许是我太鸡婆乱点鸳鸯谱，但是 Tony 你这样你保守，我怪你得娶婆婆。不过有句话说得好，日久见人心。或许 Tony 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如此的不一样，但是相处久了，他的优点自然会得到别人的欣赏。不过我倒想了解家人眼中的 Tony 究竟有何不一样。妈妈你好，妈妈是我的朋友，对，阿鹏。阿鹏你好，你好，我叫阿鹏。阿不然是嘿，我那不然我讲 Good afternoon， 午安。太慢哦，鼓励我妈妈读英文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说哈，像老人家读英文哈，就不会得老人痴呆症。你说妈妈有痴呆症啊？对，她有老人痴呆症。这样多久啊？哦，现在其实好很多了哈。阿贝，阿贝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阿鹏啊，我的朋友。好，妈妈，阿金为的是阮阿金。其实对对对，我婶婶，这个像我妈妈一样的。真的。对哦。阿金，阿你伊自细汉哦，你就看伊大汉是。嘿，伊吼，因爸爸吼，迄阵啊吼，较歹趁食，较无好趁食，嘿，迄个卖菜，啊较无好趁食，啊较艰苦，啊较艰苦吼，伊足乖，伊袂去甲人讲安尼佚佗啦，甲人鱼玩玩吼，可能较有自卑感的款啦。敢来遐欺负？伊是毋是甲欺负？有人甲敢那会敢那将个眼神看伊哦，看了敢那会。动作敢那看伊较袂起，较无共款安尼就对啦。说实话，没有被他欺负。有啊，其实哈，常常被欺负的时候，拢也被当嘴讲啊。那记得有一次哦，就是小朋友不只是骂我当成儿歌对我，还拿石头丢我。啊，我就还记得那丢我都没有还手啊。其实基本上哦，如果说小石头，我是不会还手的。但是那次他用一个比较大的石头，真的把我丢疼了。我就记得我再把石头捡起来。然后就往那个小孩子那边再丢回去，谁知道这么准呢？可以当棒球国手了，就把他的这个头丢了一个洞。我回到家里的时候，看到那位孩子他妈妈已经在我们家了，然后呢，就跟我奶奶讲得很难听的了，说我这个孙子啊，这个怪胎、变态、糟粕胎了。我看到那一幕，就是老奶奶呢，从他身上仅有的这个积蓄哦，然后这样子给我扣扣那样，这样子拿出来。那把他所有的积蓄呢，好，就是拿起来，那给那位妇人。那后来我奶奶跟我讲一句话了，伊讲吼，我吼闺女命甲你无亲看卖啊，啊外口红爬死不要紧啦，反正厝的囡仔较济啦。但是吼，真的把人家打伤了吼，那是家里仅有的买菜钱拢无去啊，看厝的要食啥物。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苦？从小就过着穷苦被瞧不起的生活。但是 Tony 却将它转换成认真向上的动力，希望在痛苦忍耐后能尝到人生的甜美。如今的他也在英语教学的领域中找到了他追寻已久的自信与满足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 Tony 的个性特质也曾让弟妹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，但是看到哥哥努力的成果，如今的他们也引以为傲。敢有说你自己的朋友还是同学看到你阿兄呢，阿公会问你讲，你阿兄来安尼，有人阿你讲过？诶，拄头啊有啦，人会讲嘿，头啊有一出来，伊就感觉安尼。你怎啊对伊的成就，你嘛感觉足光荣？嘿啊嘿啊，真无简单啦，因为咱也无啥物背景，也无啥物家世，啊，家己出来外口安尼，有法度拼到安尼。Tony， 今天听了你整个成长过程的故事之后呢，我觉得，其实你这样
一路走下来非常的坎坷，非常的辛苦哦。对啊，但是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可是因为我觉得你在你中间这段时间呢、啊嗯，你现在可以讲的很坦然、怡然自得，是都过去。可是你在这整个过程之间，你学到一些什么东西？忍耐啊，我觉得忍耐。还有一个就是，我到现在为止，我蛮感谢我的声音，我也感谢我妈妈。那我觉得危机就是转机。看你如何去看待它。本来我的声音、我的动作好像是我的缺陷，但是现在来看好像变成我的特色，而且是永远没有人可以跟我一样的。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自己一路走过来很坎坷、很辛苦，都会怪命运、怪老天爷不公平。可是今天看到你，我觉得或许你一开始的命运不是真的那么好，可是你靠了自己努力，对自己不放弃，你看现在这么有成就，对对，谢谢。而且我要感恩、哦、我觉得、哦、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，我总是喜欢看光明的一面，然后感谢所有曾经帮助我、帮助过我、鼓励过我、给我机会的这些好朋友，还有我的恩师、我的家人，包括我的妈妈、我的爸爸。对啊，阿姆、嗯啊、你看你现在你好心这样有才调到这样有心酒哦，要常常跟他讲话，要笑一下。妈妈你这样欢喜吗？ Are you happy？他可能在想，哎呀，好 happy 啊！我想，对我来说，这是一趟丰收的旅程，因为我看见了人们能够用自己的信念去超越自我，成就那自己认为不可能的事。或许每个人的命运大不相同，但是正如 Tony 告诉我的，要学着接纳自己 ，Love yourself。当你懂得爱自己，自然能赢得别人的爱与尊重。毕竟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，不是吗？无论哦，你是要到读册啊、当智慧啊、赚大钱、做大官哦，世界上的方法是百百种。但是我听讲，伫宜兰这吼，有一个人哦，竟然就破只土啊，就达成我拄只所讲的代志。我跟你讲，他讲伊只土啊，会讲话呢。哦，这个哎哎，这几辆二十万，你妈呀！这几辆二十万，我请教一下，你这里是不是有一只会说话的兔子？兔子，对，会啊。咱的理想，咱的。